呢？一个月以内，我要把我的鱼弄到，咱们的鱼能弄到第几名？现在第七是吧？弄到第六应该问题不大吧？一个月，咱们把咱家的鱼弄到第六名，可不可以？谢谢吃货老板，第九名是吗？现在排第九是吧？那第九，咱们一个月之内，咱们干到第七，好吧？咱们一个月以内干到第，咱们一个月之内把咱家的鱼弄到第七，行不行？宝宝比我快了，现在。宝宝应该是比我快的啊，比我快啊！来，兄弟，再试一下，来，再试一下。现在比我快啊，比我快啊！如果比我快，确定无误，比我快的话，我这个宝宝我就改成，我剩下的点数我就加力量了。哎呦，这哥们手速怎么这么快？单身多久了？单身多久了，我的兄弟？排第七，到底第几啊？我这是咋看鱼？我也刚没看到排行榜，我也不知道我的鱼第几。咱们的鱼今天还能喂吗？五级牌子要刷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呀，路人哥。好像五级牌子一个飞机就够了吧？五级牌子，我具体还真的不太清楚啊。鱼喂饱了是吧？五级牌子要刷多少钱？有没有大哥知道？一碗牛肉面。比我快啊，比我快啊，比我快啊！现在再喂撑死了，要翻白皮了是吗？一碗牛肉面，150左右是吗？反正你十一级了，他们说150块钱呢，兄弟，他们说150块钱啊，发在群里了，艾莲。现在我的鱼牌，这个不是，你们要点那个主播排行，你们要点主播排行，兄弟们，你们要点主播排行啊，点主播排行。雪拉排第九是吧，波哥？哎，兄弟，你别分身啊！我试一下我猫的伤害啊！别分身啊！对，就梦幻西游板块嘛，排第九。我要在一个月以内，我要在一个月以内把我的重量排到第七，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看群是吧？我现在排第九啊，第九，我跟第八名差了96公斤，我跟第八名差了96公斤啊。第一名是浪红尘，第一名是浪红尘啊。不能可劲喂，他喂饱了之后就不叫喂了。